在得到剑客老七等人的肯定答复之后，徐阳领衔的八门团队中成员们一个个脸色都难看了几分，毕竟他们没有徐阳那么逆天的实力，遇到事情有些慌张也是在所难免的。更重要的是，这地方乃是关押了他们这么多年的情人城地牢，他们对此地有着非常不好的记忆，并且也怀揣着深深的恐惧。因为在徐阳降临之前，他们甚至一度觉得自己一直到死的那一天都不可能挣脱这个地方了。当他们听到这样一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犹如再一次堕入到了冰窖一般，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和绝望带来的惶恐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紧要关头还要靠徐阳这个老大稳定军心。深深地看了一眼身边这些家伙们，徐阳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哼，你们这点胆量还怎么给德克一族报仇雪恨呢？将来你们可能遭遇到的绝对是更强大的力量，来自中域皇族的哪一支队伍是白给的？如果你们连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都没有的话，我劝你们趁早解散吧，别到了面对中域皇族核心力量的时候就吓得尿了裤子。大家都听得出，徐阳这是在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口吻，用基本的方式刺激大伙。与此同时，徐阳跟其他人的破解局面的思路截然不同。在徐阳的概念当中，既然周围的外部零件区域已经开始崩塌，就算你再怎么努力也绝对不可能将他们恢复如初，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人的核心法阵下手。立刻带我们去那阵法核心所在的位置，不要去管其他已经崩溃的局部，我有办法能够带着你们所有人离开这里。徐阳的话一出口，果然八门团队当中的大家伙们心里全都踏实了几分，脸上一个个再次绽放了笑容，之前那紧张到了极点的慌乱模样也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哈哈，我就知道咱们老大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出去的，赶紧带。旁边那个家伙大手一挥催促着，老七这些已经选择臣服八门团队的守护人也不做更多犹豫，毕竟眼下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是争取生命的唯一标准，早一刻抵达中央阵法区域，离开这个鬼地方，他们也就能多一份生机。至于日后到底会不会遭到皇族方面的惩罚，他们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总归是要比下一刻就被活活淹死在这地下囚笼当中来得更加值得。实际上这几名剑客已经做好了打算，在脱离这情人城地牢之后便来一场人间蒸发，彻彻底底地脱离中域皇族。毕竟整个瀛洲大陆地域很大，远非一个中域皇族能够让他们栖身，更何况这些人不管放在其他什么地方也都算得上是第一流的高手，就算去瀛洲大陆的其他几大域讨生活也必然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没必要在这中域皇族这棵树上吊死。更何况中域皇族的赏罚制度他们是心知肚明的，像这种差事一旦出了纰漏，还连带着整个情人城地牢就此覆灭，他们的罪名根本不可能轻易洗刷得掉。很快在剑客老七的带领之下，徐阳等人的视野当中出现了那掌管整个情人城地牢的核心法阵中枢体系。这法阵足足占据了一个厅堂的大小，周围每一道阵眼都是由一种特殊的上古灵宝作为阵眼本体，释放出了极为强大的天地灵气，整个就是一道巨大的灵气集结点，给人一种仙光隐隐的错愕之感。果然不愧是能够掌握整个情人城地牢的法阵中枢，这当中的气息波动真的很强大呀。螃蟹等人忍不住开口嘀咕了一声，不过徐阳的眼光何等的敏锐，第一个便看出了这法阵当中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能量断点，也就是说整个法阵已经不再是运行完满周天的状态，当中的能量显得凌乱而复杂，似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而且这种区域崩溃的节奏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变得严重，也印证了剑客老七之前所说的话的真实性。老大，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向着法阵当中注入更多的力量也无济于事了，可是有这个强大的封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将情人城地牢的形态进行改变。小花竟然也陷入了迷茫，开口询问一下徐阳下一步动作。只见徐阳思索了片刻之后还是给出了一个行动方案，这样吧，
你来支撑天使领域，保证其他人的安全，我动用极限力量直接将这个法阵整个击碎。小花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个计划，可她的顾虑也很明确，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破局的话，将会面临一个十分艰难的局面，那就是在徐阳的极限力量爆发的一瞬间，也就是整个法阵区破碎的一刹那，来自外面无穷无尽的水浪波涛之力该如何抗拒？徐阳也在纠结于这一点，因此迟迟没有最后下令。期间他也尝试着开启鬼谷奇门阵法，特意进行一下外部时间推算，却发现这期间刚好就是在外部潮涌的力量最为强盛的涨潮时期。而眼下情人城地牢的核心区域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在这地牢彻底崩溃之前将所有人带离出去。事不宜迟，先崩碎之后再说，否则的话整个地牢走向坍塌的次序将会是从四周向核心逐渐包围，那样的话外部浪潮的挤压力全都会最终反馈到我们这些被困其中的人身上，或许这也正是情人城地牢当初被设计成这个样子的初衷吧。就算有人想要突破这地牢挣脱出去，大不了最终和地牢玉石俱焚，也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徐阳的判断也让小花心底一凉，看来设计这地牢的中域皇族的人真的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家伙，像是这种不给任何生存机会的死牢，简直比抹杀一条生命来得更加令人绝望。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想法，那就尽力尝试吧，我会尽可能辅助你的。